错吗？还可以用。卫生间搬进来好吗？讲了吗？讲什么？跟他讲了吗？没有。不讲了吗？讲，几时讲？我说我一定会讲。你知道这样子我很难做人吗？我其实有跟他提过，叫他搬出你那边。搬出去又怎样？我跟他还是老朋友啊。我知道你难做。你知道我难做。你知道他整天躲进我房间里面哭吗？你知道他是为了你哭吗？你以为我不想讲啊？我自己也想早一点跟他讲清楚啊。走了，回去了。
这里有什么好画的？还不如去海边画。你刚才去沙滩了？没有啊，厨房。厨房那边有堆沙。厨房？不是你弄的？刚才不是讲了吗？走了，去看看。奇怪，只有这里有沙。见了，那幅自画像，你找清楚了没有？真的不见了。那幅画你不是一早就画好了吗？还带来做什么？之后我真的是不明白你。你要不要再找找看？
我先去睡了。放这里。